我们遇到的困难是有些同学答应要做事却不去做，然后都托给其他同学，这样就很困扰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DFC 的三 A 组，我是慧成，我是江慧成。我们今天要就是讲我们的收获。对，我们在这个活动中学到了团队精神，对合作，然后老师给我们的困难，我们都要努力的去解决。对，这是我们学到的新的东西。